极速快感集结，用手把玩究竟是什么样的体验呢？ PS4 我不知道，我也知道我手上的这把《病原狼三代》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，随插即用，什么程式都不用安装。给你参考一下，哭啊！忘记在这氮气比较长，我给忘了。Yeah， 这么凉快。没气啦，怎么办？没气啦！再说跑上土板就会缺氧吗？那我们还是省一点好了，这边不放了。这边甚至直接控绿漂，有气了吧？有了哦，有就好。不错啊，很顺呢。我开始有点习惯手把了。飞智冰原狼已经出到第三代啦，前一代有多好用，相信之前被我推坑的粉丝们已经深刻体悟到了。在厂商寄来这把第三代之前，我的第二代手把是仍然在服役中的。这一次的三代又进一步的升级了，摇杆部分进化成飞智专用的杠杆摇杆，寿命更高，移动判定更加精准，能够做到零死区不漂移，连接的回报率大幅提升，现在无线的配对操作回报率提升至1000赫兹，相较于上一代提升了整整4倍这么多。像我现在比较常在玩的极速快感集结，就非常需要这种最及时的操作回报率。根据我个人的使用心得来看，每一个操作都非常的跟手，丝毫没有延迟感，看来这一代的回报率提升是非常有感的。这一支冰原狼三，我一拿到手就立马插上接收器，迅速的就完成了配对，真的就是随插即用，非常方便。不过很可惜，极速快感集结目前就只有 PC 版有原生手把支援，但如果你使用的是安卓的手机，是可以透过飞智的 APP 设定映射按键，所以即使游戏没有原生手把支援，也可以使用手把来游玩。官网的售价是新台币1380元，使用我的专属折扣码 SLEEPY 可以再享有95折。以冰原狼三的性能与手感来看，这个价位真的是物超所值哦。热爱使用手把玩游戏的你，入手一支是绝对不会后悔的。我这里破天荒露手来示范一下，使用常驻金车 Avaya 来试跑大家一致公认最难红标的西极地图荒漠绿洲，调教密码是5215。懒人起步，手刹漂移，完整落地弹射，落地双增压向左起惯性，拉绿弹射，高速氮气向左起惯性，双重增压，再一管高速氮气，落地弹射，控好方向，走右边这个走道，两管高速氮气。落地后这里其实我觉得用高速氮气会比较快，但我重新起了一个双重增压，那这边长了，其实应该惯性过的，不应该拉绿，拉绿就慢了。这边是向左惯性后拉绿弹射，好，向右起惯性，双重增压，这边直接飞左边，快落地的时候高速氮气，再高速氮气，手刹漂移，双重增压弹射，再手刹漂移，双重增压弹射，落地双增压。但这边漂太久了，其实要直接弹射了。我本来是有点贪，想要再起一次增压的弹射，但算了，长了很多，但还是轻松红标。有人说 Avaya 没有练是不是 ？MC20 你总该有练的吧？这都是非常容易取得的常驻金车哦。我在封测的时候就是用 MC20 跑全图的红标的，所以你只要有一台 MC20， 所有的地图你都能轻松红标。那这张图我使用的调教是5115。手刹漂移，关帧弹射，落地弹射，
落地弹射后向左起惯性增加第一颗，拉率增加第二颗，高速氮气，然后向左起惯性双重增加，踩加速带空中控好方向，高速氮气直接释放两管，弹射，弹射后向右起惯性起双重增压，手刹侧滑稍微控一下方向，但还是拉绿了，靠！向左起惯性，拉绿，双重增压弹射，好，向右起惯性，双重增压，一样飞出去，靠左，落地前高速氮气，哎，他怎么没有飞起来啊？这边速度喷光了。所以我是建议哦，那边落地之前你就直接起两管高速氮气，理论上来说分开放呢，你速度会延续的比较久。但是像刚刚那样出了意外哦，我以为还有一次腾空的机会，不小心就丢了太多的速度。没事，藏了这么多还是轻松红标。MC20 就是这么强悍。如果你也对我手上的这把边缘狼3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直接参考我的影片资讯栏，或是直接上飞智官网订购。最后再次附上我的专属折扣码 SLEPY。 欢迎订阅睡大的频道边缘狼3，赞啦。